铃铛的包装是日式简约风格，送人的话呢比较高档，也拿得出手。如果有额外包装需求的话呢，也可以再单独提供包装服务。铃铛上面的小圆片，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做不带小圆片的，但是要跟客服提前备注好。铃铛后面有强力磁铁，吸力特别大，可以直接吸在铁门上，也不会掉下来。木门和玻璃门安装之前，要先把安装位置的灰尘清理一下。包装里有我们送的铁片和强力背胶，背胶的一面先撕下来贴到铁片上，然后把另一面撕下来粘到门上，然后按紧，再把铃铛直接吸上去就可以了。视频时间有限，如果还有其他不懂的地方，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。